寻找罗力威，最终回入咗行嘅罗力威，工作同埋私生活可唔可以平衡到咧？都平衡嘅，都系两个月先翻屋企食一次饭嘅。好平衡得好紧要啊，真系。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入咗行之后，譬如同自己本身嘅可能身边嘅人啊、朋友啊，会难咗沟通，或者个关系有少少？唔同咗咧，即系可能佢哋未必会好了解你而家所做紧嘅嘢。嗯嗯，有冇？所以我好庆幸我身边嘅朋友就系同我一齐成长嘅朋友咯，咁就反而唔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啦。咁至于朋友以前嗰啲朋友就变咗系真系细个以为系朋友就一世朋友，但其实原来大个咗觉得。未必做到嘅，即系有一部分系可以，有一部分唔得。系啊，而嗰部分做可以嘅就系而家一路努力一齐奋斗，一齐做嘢嗰几个啦。入行之后嘅罗力威系开心定唔开心咧？咁唔好答有开心又唔开心啊。O K， 比较底下啦。好，咁我答开心啊。比较底下开心嘅。嗯，咁因为有好多人支持你啊，咁就已经好足够啦。罗力威对将来的期望，是从来都没想过有饭食的，同埋食少啲都有冇？我想，其实我而家最渴望的是除了碟之外，咁梗系演唱会啦。嗯，如果是真的之后再可以咁样，即系可以顺利咁样去行落去，即系都想同我朋友一起去。即系好想系，即系自己做嘢嗰方面，其实自己有好多知道有好多嘢要做嘅，但系嗰啲唔讲住。对于好朋友兼填词人罗力威有呢一个憧憬嘅画面，即系讲一个未来嘅话，对未来一个憧憬嘅画面就系、是，可能我朋友佢嘅愿望系拍电影嘅，咁可能就系我去探班啊。佢睇下佢点望啊，咁、我话两只手翘住喺度，系一啲画面嚟嘅，佢呢个答案好得意。而调翻转嘅系，可能佢去你嘅演唱会度啊，翘只手睇下你彩排啊，跟住之后睇你按睇你按 show 啊咁样。系啊，即系想有呢一样嘢咯，想做到呢样嘢咯，喺将来。在五光十色的娱乐圈，罗力威有没有信心以后都不会变质呢？当然有信心了，当然有信心自己不会变质了，在什么方面都应该不会变质。这六七年里面太多人跟我说这句话了，是吗？但是做到的不多咯，做到的真的不多，但我对你有信心。嗯，努力啊。多谢阿波，多谢阿咪。寻找罗力威，把声咁认真做咩呢？今日系哈碌 NG 傻笑 dead air 版、哦，逗我哋发笑嘅罗力威。咁我记得有次打，咁到而家都好似有条嘢喺只手度咁样嘅。有条嘢喺只条啦，咁睇下先。有噶，真系噶，呢度嘅。经常无故傻笑嘅罗力威，即系都有好多嘢会好似。讲到俾你听，咁你又唔会发表到你嘅意见咯。咁始终佢哋大过我啊，系啊。爸爸妈妈咧，即系都管教好严啦。咁你可唔可以讲一次咧？你喺你爹哋妈咪面前喊得最劲嗰一铺，系咪咩事啊？嗯，冇啊。咁冷静。系啊，真系好冷静啊。嗱嗱嗱，又唔知笑乜啦？例如咧，一般人系会因为咩喊而你唔会喊咧？一般人可能会唔开心，会讲啦。录音期间最爆笑一幕，系咯？纯粹系因为首歌定系因为里面嘅内容令你谂起啲乜嘢事咧？嗯，嗰阵时就。八咁交集啦，咁啊啱啱啊 Jack 系大远期，
大家都听唔到。呢个系咪要出埋街啊？你啊教到好大声咁，大家听到，你肚饿到咁紧要。喂，搵人买啲嘢俾佢饮，控制唔到，好饿啊你！我唔识甜嘢啊！诶，使唔使想食完饭先继续录啊？喂，我嗌个黑椒意粉，你好靓嘅爆爆响，我都一定要出街。我先录个杯面俾你食完先至做，讲真我可以喎，真系唔使，唔好控制唔到啊！我惊你控制唔到。你点啊？你饿唔饿啊？唔使食嘢先，我哋 OK 嘅喎。我有个杯面，我都系录咗先啦。唔得，好失控。得未？嗯，随时都系再咁咁嘅，少出街，我哋呢啲好 casual。又唔知笑咩啦？小提琴会中意小提琴嗰啲声啊，嗰啲姿势啊，各样多啲嘅。嗯，一开头对钢琴冇乜特别话喜欢。嗯。Dead Air 嘅罗力威，嗰阵时开始觉得，嗰阵时开始觉得，再 dead 耐啲都仲得啊！唔知啊，你咧记唔记得，即系第一首或者第一段咧，自己所作嘅旋律？在什么情况底下写出来的？我刚刚想着这个问题。仲未想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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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仲得紧啊，仲得紧啊，仲得紧啊，仲得紧。醒唔起啊？唔知自己讲咩嘅罗力威。我是对，唔是，我是对，是啦，咁嗰阵时咪录咯。冇留心嘅罗力威，系咪答完噶？头先你问咩话？唔系你答咗噶啦，其实好多好多嘅笑声布满整个录音室。阿咪同阿波，多谢罗力威。你的美丽，我在沉寂，想看透了一切关于你人生中一片片，随着风消散，想你的笑。在你身上学会担忧，想停止了幻变，在烦扰的世界像凡人，紧紧抓住拥抱，永不给手放，放开你这种情感。现实并不重要，只要有你怀抱，盼着今天明天，时时刻刻都逗你笑。落陪着我飞，多高再不重要，选择有你陪，就是最高地方，闯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，绵绵地想解药，咖啡有你泡，来提醒我不骄傲。不重要，选择有你陪，就是最高地方，闯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，绵绵地想解药，咖啡有你泡，来提醒我不骄傲。你的翅膀我很想要，反思最深你的美好，跌进了
要有你怀抱，看着今天明天时时刻刻都逗你笑，若陪着我飞多的才不重要，选择有你陪就是最高地方，藏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你像只鸟，咖啡没你泡，那只要怎么舍下。多谢晒罗力威。